在干嘛？哎呦，我在查你们轮回的资料啊。轮回？嗯嗯。哦，哎，你去看那个狗狗的电影呢、哦？对。 你知道吗？超感人的哎、欸！哦、嗯，oh, 那只狗狗啊，它在电影里面轮回了四生，它都没有忘记它其中一生的主人，所以它每一生就这样一直去找它，一直去找它，最后终于被它找到了。哎 <laughs>，我跟你讲，那這样子啊，那只狗一定没有喝孟婆汤，对不对？哎呦，不是孟婆汤的问题啦。我比较好奇的是啊，为什么狗狗它从死亡到出生这中间？ 那个画面都只有一些光点啊、亮点之类的，都没有演他怎么投胎的、欸。哎呦，那就一定是因为很难演嘛，对不对？嗯、来，你认真想一下，嗯，很难演吧？啊，那你是不是有研究什么？你告诉我。嗯，啊，那这样好了，我问你啊，嗯，你知道呃，在我们死掉的那一刻，嗯，到下一生开始的这中间叫什么吗？ 中医生，哎、欸，不错，有做功课哎，<laughs> 白纸黑字很好查的。好、哦，那我再问你哈，嗯，那中医生要如何投身呢？哎、欸，这白纸黑字不太好懂，<laughs> 嘿嘿嘿那你想懂吗？当然啦，不要卖关子了。嗯，那我跟你说，啊，这个问题啊，非常的难。嗯、那我们有请任坡切。<laughs> 中阴是否会投生某处，取决于他是否有想前往那里的念头。如果中阴他不想要前往某一个地方，他是不会在那个地方投生的。所以《记诵》当中提到：“若不欲往投生处，定不与彼受生故。”那对此，有人怀疑，就比方。 以屠夫为例，屠夫他一生所造的杀业 <coughs>，如果将来是必须投生在地狱当中的话，他在还未投生之前，他处在中阴的阶段，那此时他怎么会想要前往火海当中受苦呢？那如果他不想要前往的话，难道他就不会投生在炎热地狱当中吗？那此时。 对此，在祭送当中提到“江生地狱屠夫等见生处有宰杀物，因串习利乐往复”。屠夫死后，形成了中阴。在中阴的阶段，他会对于某一个场景升起幻影。之所以会有幻影，是因为过去的习气使然。所以，即便他的面前， 是有一片火海，但由于过去的习气以及业力，他暂时看不到那一片火海，而所看到的是另外一种幻影。什么样的幻影？剑生处有宰杀物，因为他一生屠杀了很多的众生，所以当他看到类似的场景，他内心又会升起了过往的欢喜。 因串习力乐往复，所以当他看到在自己的面前有很多的牲畜等着被宰杀时，因为过去的串习力，他就很习惯的往那个地方前进。次于牲畜色起嗔，终有极灭生有起。那进一步的，当他走到原本所设定的位置时，他发现。 这并不是他想要的那个场景，所以他会对于这个境升起了嗔念，而当中音升起嗔念的那一瞬间，中音就会死亡而投生在地狱中。所以从这当中，我们可以得知，中音要投生某处，他需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首先他要对投生处生起贪念，因为生贪。 他会想要进一步的前往那个地方。那第二个因素是提到了嗔。当他到达那个地方时，他会对于面前的场景跟之前自己心中所设定的那个场景有一段的落差，所以他会对于眼前的场景升起嗔念。而当升起嗔念的时候，他就会死亡而投生。 若生畜生、恶鬼人、人欲天色界余生处，见己同类乐往复，那相同的，如果来生要投生为畜生、恶鬼、人欲天色色界的天人，那相同的，一开始他会对于投生处生起欢喜，因为他在即将投生的地点，他会看到跟自己。 同类的众生，所以他满心欢喜的想要前往那个地方，后称生处如前处。但是当他到达目的地之后，他发现他眼前所见到的场景，跟他原本想要看到的场景是不一样的，而在心中升起了排斥，进而升起了嗔念。那在升起嗔念的那一瞬间，他就会死亡而投生在其中。 怎么样，懂了吗？呃，呃呃，任波切说，中音生要投身，要有两个条件，嗯、一个是贪，一个是嗔。嗯，一开始啊，他对他即将要去的那个地方，呃，满心欢喜。嗯，因为那个地方啊，有非常多他的同类，然后他就很开心的往那个地方过去了。 哦，结果到了那边发现跟他原本想象的不一样，所以心里就排斥，就起了嗔念。那起嗔念的那一瞬间，就中医生就结束了，就投生了。哈、啊，所以呃，贪心跟嗔心呐、啊、是两大杀手。嗯，哎、欸，我觉得这里有一个关键哎、欸，你看，你看，仁波切说啊，在中阴阶段看到的场景其实都是一个幻影。 而这个幻影会产生，都是我们过去的习气造成的、欸。哇，哎、欸，我真的觉得这一段非常的让人警惕、欸。嗯，因为造业是不会有失误，也不会有侥幸的。幸对，嗯，平常啊，要是我们就习惯啊去偷懒啊，或者说撒谎，嗯，呃，或者是呃投机取巧，虽然平常觉得没什么，但你听完人破切的开示以后啊。 你就知道这个习惯要是养成啊，对将来啊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没错，对我们下辈子是息息相关的。嗯，啊，我觉得佛法实在是太美了，仁波切实在是太有智慧了。好，希望可以常常听到仁波切的开示哦。哎、欸，我跟你说可以哦，因为啊，仁波切现在正在湖山讲经。嗯、对。而且啊，他要讲止观哦。止观，太好了，我一定要去。 与善知识心灵对话，提升我们看事情的深度与广度，也提升我们生命的高度。心灵对话节目，我们下次见，福山见喽！